没事啦，没事，你继续看咯。你在看什么？哎，我爸去看衣服。这什么来着？海边好想大衣服吗 ？L C 吗？哦。这设计师蛮好的，他有设计师。弟弟干嘛啦？讨厌。弟弟你很讨厌，因为你不听我的话。哎，我给你看桃花。我在找桃子哦。